We will be holding one for the promise we held for life, for the people we love are leaving. Please tell my friends we won't be falling down, as the sun will keep on shining and the story will keep on going.还记得我吗？你有没有听我说话？队长，我是你队长，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最近神神叨叨的，到底在干些什么？队长。 我没有，谅你这个杂碎也做不出什么事儿。队长，我听说黑袍使，他是叛徒。大胆！黑袍使大人，也是你这种废物可以挂在嘴边上侮辱的吗？救你，还想做英雄？你就是个废物！ 滚！你在吗，年轻人？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我该怎么做？我会让你成为整个地心的大英雄，只要你能证明你的决心。 你在瞧不起我？欺负没有异能的人很爽吗？你有异能又怎么样？还不是要死在我的手里？瑞阳，我告诉你，你根本就是一个没办法觉醒异能的废物。我会成为整个地星的英雄。 你杀人了！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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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听说都是因为你，我们才要蜗居在这里，不能去地上生活。万年前的大战，生灵涂炭，和平来之不易，回到地形也是理所应当的。
战儿。我跟你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果然是你，弟兄的叛徒。百族之主，虽死不降，看来你已经被天柱中的囚徒所蛊惑了。我必须要抢在他之前，把一切祸端扼杀在摇篮之中。沈教授，你先救老鼠小过要紧，有什么话以后再说。竹九怎么样了？还在昏迷中，但有苏醒迹象。伤得太重了，再这样下去他挨不了多长时间。可是我们还有很多话要审问啊。别说林静不在了，就算他在，恐怕也没法救他的命。阿切，老大这个没良心的东西，说好天塌下来由他顶的。我说该抱怨的人是我吧，我堂堂的龙城揭秘者，这造什么孽？老实点儿，不许窃窃私语的，赶紧起。我一定会让黑袍使叫。如果你愿意替我做事，我答应你，我一定能够让他付出代价。好，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老板。只要你能兑现你的承诺，我就把这一切都交给你。把这一切都给你，哎，你干嘛呀你？世人都以为蛇心善毒，却忘了药毒同源。这个药可以恢复一个人的精神，让他暂时恢复活力，维持一段时间的生命。那太好了。你还会制毒？我不会，这是我们族里一个老大夫生前留下的，我看着好玩就留在身边，差点都快忘了。那你可能对好玩这个词儿有一些误会了啊。这次你帮了大忙。这次捉拿朱九，都是你们在冲锋陷阵，我怎么好意思就在旁边傻看着？到现在还不知道老鼠和小郭到底被安置在哪儿。就把长生鬼和山河锥都交给我。要人，如果我是主角的话，肯定不只是把他们藏起来那么简单。安静，时间有限。今天要人还是要停？爆炸？这不是爆炸了，只是鞭炮。
龙城的市区是禁止烟花爆竹的，如果能听到爆炸的声音，那就一定位于城郊。龙城可以燃放鞭炮的时间也是不同的。从老楚他们失联到收到主角的邮件，我推算时间应该是在昨天的下午3点到5点之间。王正，你查一下昨天下午3点到5点之间准许放鞭炮的区域。周红，你查一下位于城郊注册但还暂时空置的实验室有哪些。醒醒，程程，程程，程程，醒醒，醒醒，醒醒！我是死了吗？这是天堂还是地狱啊？你是？你好，我是京都局的。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赵局长派我把人带走。哦，你先忙，至于这两个人，你放心交给我好了。人都没事。小郭，小郭，你就放心的去吧，我们一定会帮你举办一场隆重的追悼会的。胡说八道，你别告诉我你没看出来啊。小子饿晕了，真没出息。嗯，三舅，团圆饭开席了，现在就剩下写认罪声明的那几个，他们肯定不会有事的。永远不要小瞧一只活了万年的猫，都会装腔作势。哎，开饭了。嗯，岂有此理！为了抓一个案犯，用得着搞出这么大动静吗？竟敢冒充新都局的人，提前把人接走，无组织无纪律啊！部长，行了，我知道你要为他们说好话，你外甥也在里边，这次我绝不姑息。不是部长，有人来。行了，谁来说情也没有用。怎么，连我都不见吗？哎呦，赵兄啊！哎呀，你来了，来来来，请坐。好好，坐坐坐坐。哎呀，哎呀，大哥，不是我说你，你呀，太糊涂了。你别小看一个小小的主角，他在龙城潜伏多年，神出鬼没，牵扯了好几起大案子。
特调处现在做的是好事，更是大事，这个责任我替他担。云兰这孩子呀，我个人还是挺欣赏他的，可他天马行空，临阵爱出奇迹，这点呢可一点也不像赵兄你啊。他确实不像我，他太固执了。哎，就是就是，其实啊我还是挺相信他的，尤其现在有一个循规蹈矩的沈教授从旁协助，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来。那周九那个案子你就跟紧点。要不这样，今天晚上我就让他和沈教授一起来我这儿述职，我好好的叮嘱一下。我看行。对了，我今天过来呢是想看一下实验部门的研究成果。好，还有这边，慢点。这就是为期三个月的成果。赵局长，我们的实验有一定的流程和步骤，心急不得。我们的实验也是为了保护民众，所以刻不容缓。欧阳教授，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所以请您务必加快进度。即便现在是非常时期，也应该讲究方式方法，要不然后患无穷啊。不好意思，开个玩笑。赵局长，我们明白了，辛苦了。怎么了？没事，老毛病了。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吧？不用。能不能给我安分些？哎，大家吃饺子，新煮的饺子热乎乎的啊！楚哥，野火伤那么重，真的没事吗？你放心吃吧，早把他送到龙城医院烧伤科了。啊，你说咱们老大心可真够大的。昨天发生那样的事儿，今天好像没事儿一样。你要很庆幸我们能赶上团圆饭，知道吗？虽然这跟我们猫也没什么关系。哎，不过玩玩嘛，啊，玩玩。哎，你别搭理他，他就那样。给我找点。哎，坐坐坐坐。真好，这就是家的感觉吧。行了，都赶紧坐下吧啊！趁着中饭还没醒，现在还能扒拉几口，待会儿可就没机会了啊。哎，干嘛呢？你俩，领导还没讲话呢，就偷吃上了。那领导，你现在说两句吧。行，那我就先讲两句啊。行行，你们吃吧。哎。你之前跟我说这梦有可能是个预知梦，可现在看来也就是个普通的噩梦而已啊。这一次我们阴差阳错地改变了未来，那下一次呢？只要人们想踏入冲突，冲撞世界流，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喂，你俩说什么悄悄话呢？啊，没什么呀，刚沈教授说要给大家讲两句，来，欢迎一下。说吧说吧。刚才赵处长说呀，说你们就尽管吃，如果不够的话，他再去买。好，我。这饭你们是吃不了了。刚刚海星健打来电话说，急找赵处和沈教授去述职，接你们的车，已经到门口了。
哦，煮酒醒了之后呢，就马上去审。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务必要让他全部抖出来。好。看过了吗？回去了。朱红，他心里有你。我知道，可我心里没他，所以呢，就让他早点断了念想吧。她毕竟是个女孩子，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很成熟，可其实涉世未深。就是因为涉世未深，我才更不能骗他。我这个人啊，五行缺爱，这个命啊，我认了，所以就没必要去尝试了。之命看守这里，你别耍花样。怎么了？没事。还是输了个彻底。哎，你渴不渴？我给你倒杯水吧。我还给你留了几个饺子，我给你端过来吧。你有病吧？我没病吧？我跟你们特调处可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之前你还那样骂我，现在却要给我倒水。你说你安的什么心啊？我没安什么心啊。饿了就要吃饭，渴了就要喝水，不然怎么活下去啊？反正你现在也没有作案的能力了，大家都是平等的。平等？笑话！老子可是堂堂正正的地星人，怎么可能跟你们人类平等？哼！怎么可能跟你们平等？感觉怎么样？老子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那就好，好好享受你最后的时间。掌声。啊，准备带他出来审讯。等等，老子要上厕所。没事吧？
停车，你先去，我得回去一趟。不行，你得换停，我陪你一起去。咱们俩要是都不去的话，没法跟上面交代。高部长很欣赏你，你去了才有用。但你千万要小心点。我去。就连你这么个小废物，都能当上特别调查员，你们这真是没人了。你总是满嘴离不开人类，我都奇怪，你到底是讨厌人类，还是羡慕人类？胡说八道。你们人类有什么好的？人类有什么不好的？只要活着，一切都有希望。那如果要死了呢？那就抓紧时间去做该做的事。所以说，我对你们这些天真的孩子，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喂，你就已经醒了，一会儿别管了，马上转移生气，马上。都被你们料到了呀！不要做无谓的反抗了，你的力量只是被药物暂时重启。在特调处的护盾里，你根本撑不了多久。说吧，幕后老板是谁？差点忘了，还有这最后的召唤。一点点时间。老子是等不到了，老板，你献身的这最后一点能量，就由我来实现吧，帮我教训他，毁灭这个无趣的世界。
朱九，走好。这宝贝儿有毒，摸着它就能看到幻觉。不是幻觉啊，是真的。赵令主，有一个人想见你。老板。赵处长，初次见面，先跟您自我介绍一下，在下叶尊。哦，如您所见，朱九和押清幕府的老板正是鄙人。这次侥幸从地心里逃出来，就是为了能和您进行一场诚挚的会谈。诚挚的会谈，那你能不能先把你脸上的面具给摘了呀？你说你身为一个大反派，为什么非要模仿我们家黑毛使啊？你这样让我很困扰啊。人类之所以困惑，是因为欲望太多而行动太少。赵处长，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根治人类的痛苦？割除他们的欲望，让他们日复一日的安于现状，让他们的眼前没有其他的出路。就像人类现在对地心人所做的这样。那你的意思是，你做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解放地心人啊？哎，向日葵不能抵抗太阳的召唤，河流不能拒绝大海的吸引。赵处长，你有没有想过，地心人翻身回到地上，是自然天理，大势所趋。不认为啊，我只看到你以资源为借口，蛊惑地心人为你卖命，引发战争。你杀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地心人，为的只是满足你重返人间的野心。想不到堂堂的镇魂令主，竟然如此的腐
现，太令我惊讶了。我们地形人和人类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种族。你们在吃鱼吃肉的时候，怎么从来就没有想到过生命诚可贵呢？哎呀，还真是挺有道理的。那你刚才吞噬煮酒能量的时候又算什么？他是个地星人，也算是你一个忠心耿耿的老部下吧。对，正是因为他是我的心腹，所以我才知道他想要去奉献自己，燃烧自己，因为只有这样，他的心才能贴着我的心一起跳动，在光明里趋于永恒。你开什么玩笑？把手机给我。你真以为你人模狗样的讲了一些道理，就可以随便把别人的生命当成是你自己的营养品吗？赵处长，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的人，既然这样，那就不必废话了。沈教授，赵处长呢？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还是我赌对了。如果你真有你自己所说的那么厉害，那你完全就可以用一根手指头把我俩给碾死。可你刚才却那么着急把煮酒的能量给吞噬了，那是不是就因为某种原因，你无法在人间稳固形态，你的能量高低不定，对吧？没错，圣器黑能量磁场对你就形成了保护膜，我们特调处的护盾也是这个原理。我这也算是学以致用了吧？只要你现在能把圣器交给我，我保证马上就走。好啊，给你啊。多一刻的本事，张书生，你不如乖乖的将圣器交给我，也为了那些无知的人类，这么苦苦经营，你何苦来的呢？你学得苦，但我乐在其中。到他了。
昭，阿昭。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老样子啊！闭嘴，回你该去的地方。就说吧，要决定两边的命运还太早呢。追来，追来！为所难了，好像知道你可以，不过说来也奇怪，我怎么对叶少才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好了，你先别说那么多话了，我先扶你回去。哎，哎，你们又把学生停电了，这么黑。说话啊！在这无人的街边，过去的昨天，一切还那么亲切，回想起一片片，在这模糊了双眼，还是会想起那时的场景，只是想这世界还会有个人能为你哭泣，到你都分离就别说我爱你，不知道不清的我只是太烦你，只是太在意，在意。